个手造植物能尽上手造植物的本分，能满足造物的主，这是人中间最美好的事，这应该是在人类中间被传归佳话的事，这应该是在人类中间被传为佳话的事。造物主托付给手造之物任何的事情，手造之物理当无条件地接受，无条件地接受，这对人类来说是幸福的事，也是荣幸的事。对于所有尽上手造植物本分的人来说，都是最美好最值得纪念的，这是正面事物。造物主把这些工作托付给了你们这些人，作为手造之物理应接受这个本分与托付，作为自己此生该尽的义务与此生该活出的价值，这里没有交易，也不是等价交换，作为一个手造之物来到造物主面前，理当尽上自己的本分，尽上自己的本分，这是一件很正当的事，是人该尽的责任，这是一件很正当的事，是人该尽的责任，是人该尽的责任。在手造植物尽本分的这个前提之下，造物主在人类中间又做了更大的工作，在人身上又做了更进一步的工作，就是供应人类真理，就是供应人类真理，让人类在尽本分的过程中从神得着真理，从而脱去败坏心情，得着洁净，达到满足神的心意，走上人生的正道，最终能够得以敬畏神，远离恶，彻底蒙拯救，不再受撒旦的苦害，这是神让人类尽本分最终要达到的果效。